我不算是，我算是鼠来宝那一种 style。鼠来宝 gang， 对啊，也蛮厉害的啊。因为我最近我发现，就是不管你听广播或者是看一些节目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个 rap 都很特别，就是比如说好了，今天来到百分百，这里已经过了100天，哇，这为什么没？就是后面的哇，而且最近一定都哇。一定要，然后我跟就是还有那个什么 rap rap， 对对对，一些声音，就是很多的气氛，跟以前我们比如说听MC Hot Dog 的时候就不太一样，对对，所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评审，首先欢迎孔令奇老师。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老师今天发片了，对对 ，K1G 我的新专辑《Come》刚刚发布，然后很高兴可以来百分百给你分享一些 hip hop， 还有老莫，所以就是非常开心可以来这里。对对，很棒，他帮我们介绍另外一个评审。不好意思，老莫，抢走你们的声音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谢谢。老莫，你的在 hip hop 界的资历多久了？10年了。哎，应该还不止哦。哇塞！对对对，热狗还在磨研的那个时期。哇塞！我就这么对，我就在帮他唱开场，然后哦，这么久资深了，是大前辈哎。那现在的 hip hop 流行的是什么？像他刚刚说的，对，为什么一定要尾音会起来那个？其实刚刚威廉提到这个，我觉得蛮值得讨论，因为像孔令奇这一次的新专辑，他一面也是做很多这样比较。trap 的风格，对，因为其实 trap 的这种，其实 trap 是 hip hop 啦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误解 trap 是一种新的风格，可是它就是一个速度比较慢的 ，BPM 比较慢的一种 hip hop， 然后差不多碎拍。对，所以他会给你很多空间唱 ad lib， 所以每一个新的歌手啊，很多新的 rapper 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ad lib， 像 skirt， 对，就是一些撞声词，对，对，有这种的，所以其实很多歌手是现在有。他们自己的特色在他们的 ad lib 里面，所以是哦，原来其中之一。你刚刚提的那个叫声的部分，就是他们的一个等于像是他们的签名档这样子，放在歌里面，听到了这个乱叫的这个声音，就知道是他。对，可是因为现在也很多人会学这个声音，哎，对啊，那所以这个也造成一个流行嘛。那会有人说，比如说今天孔令奇来了。你刚刚好像是不是打歌真的很神奇，打结了。可是你这个啊，有一点对，不行，有一点，是吗？因为你那个表情很那个，哦，没有，有一点那种感觉，所以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哦哦，是有点不一样 ，feel 不太一样。对对对。那我们赶快欢迎今天的参赛者。好的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参赛者，一号李若阳，欢迎。二号 ，IM 蚊子曼平。3号李乃滋，4号曼达，全部都是 hip hop 的佼佼者，都是 hip hop gang 哎 ，hip hop gang 啊。其实我认真来说，应该不太 hip hop 啦。对，你算 R&B 挂的吧？然后还再偏一点谐星啊，或者是一些，还有广播人，广播人还有对，还有靠姐姐啊。哦，这不是被挂，这种话你敢讲是你靠吧？绝对不会是我，我是很想跟他靠在一起。我知道，到底要聊多久，姐姐？那你叫的叫声是属于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 hip hop 的叫声 ，trap 这部分呢，基本上我不是那么在行。嗯，那你擅长的是？风格可能就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了，就中规中矩。对，那种 skirt skirt 啊，那种不是不太行。OK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行。对啊，有感觉，还对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是可以吗 ？skirt skirt， 投入啊，用灵魂喊出来的感觉。你还去 dab 一下？对，刚看到了。那蚊子呢？我们想要听你 skirt skirt 一下。我很少 skirt skirt 哎。是吗？那你是属于哪一种？我是属于用肢体 skirt skirt 的。哦。哇。蚊子看着也长大了。哎，你是看着他长大的？对啊，他也看着我长大，一起长大。然后今天有带来一个我的新伙伴，我们是逆流音乐的 I M， 所以我们的风格比较像，他是唱歌的，属于 vocal 部分 ，R&B 配 hip hop 这样。好，很期待你们今天的表现，新的风格，欢迎第三位，欢迎李乃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乃滋。李乃滋很冷静呢，因为前几天我在一个直播的那个平台有碰到他。哦，你主持的时候遇见，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可是你这么冷静，怎么 rap？
我也是那种中规中矩的，对，中规中矩，就是、外表看起来比较内向，但是待会唱歌的时候会让他们打。哇塞，会当他。Nice 很厉害，其实先前就是在直播。很不 Nice。对对对，没有啦，他很 Nice 啦。就我之前在直播平台上面，其实就有注意到他，他在上面的粉丝超多的，超多，真的真的非常的多，非常非常厉害。期待你今天的表现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欢迎曼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曼达。所以你的风格是属于比较辣一点点的，辣一点点的，对，辣一点点 ，OK 的风格。我很期待你这个风格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孔令奇老师带来的示范。Like a boss, hey. Blah, blah. Yeah. Come on, feel it like a boss. Can it, I got dollars. Yeah, I'm feeling like a boss. Breaking all the lies.叫老板，叫老板，嘿，叫老板，嘿，叫老板，嘿 ，boss， 牛的我的骚，叫老板，嘿 ，no I bring the heat， 哎，汗水最有力，哎，最喜欢吃 meat，ain't no time to sleep，pull up in the jeep，roll a 20 deep， 兄弟都给力。话说我来定 ，Come on， 没有时间浪费，随便给你瞎聊，别来惹我，要不让我把你 fire 掉。要到口里，要我一定带着保镖。We go straight up honey， 我们活得太糟。你们在蒙到傻逼骂着拉里法拉里纳米 ，No。上午就让我喝醉了，把钥匙给我的司机。你不用再说你有多少的武器，你不必装逼。I don't give a what the hell say, get on gonna do me like a boss. Kenny, high and top. Yeah, I'm feeling like a boss. Breaking all the laws.新的专辑，而且你唱歌、唱跳完全都还是很有魅力啊，气不喘的。对啊，我在享受音乐当中，所以其实，在享受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。真的，而且今天带来新专辑，对 ，K U N G 威廉，女士优先，好，谢谢。OK，K U N G。这张专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跟陌生的网友一起完成的吗？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因为这张专辑很多的编曲，还有很多的合作，都是来自网络的一些朋友，在 SoundCloud， 在一个地方就是网站找了很多我喜欢的 beats， 然后我也许有重新改编一些，然后自己在写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在 Hip Hop R&B 的音乐都可以做 DIY 的，然后呢，其实现在世界因为网络的关系变得很小，对，然后我推出了这张 Come。对，就是我的名字 K U N G。那今天你的评分重点要怎样才可以从你那边拿到高分？我觉得自信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自己的 flow， 自己的一种态度，对我来说是 hip hop 的最重要的一个点。自信，就算忘词也没关系，就是很有自信。就算忘词了又怎么样？我们没有发现你忘词，对，你可以自己。对，都可以，就是即兴，就是，你就在里面，对，就是投入就好了。好的，欢迎你，好，欢迎，谢谢，麻烦今天的孔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 diss 你交流赛 ，diss。好的，李若阳，你是第一号，你想要 diss 谁？如果你这样看过去，嘿，你哪一个就是你觉得最 easy？easy 哦，好过分，好攻击这样吗？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 diss 对手，好，那我们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，没问题，好。请抽，如果你抽到，如果他对手很强的话，对呀，如果你抽到尼奈斯，你敢 diss 他吗？不敢啊，他银行账户秀出来，对啊，会不会就是尼奈斯呢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哎呀，曼达，曼达 ，Manda。
给他一个 B。OK， 好耶。我说曼达，刚刚远看还以为你是 Amanda， 近看哎呦喂呀，原来那么辣。但是饶舌不是比辣，没有实力再怎么辣也只能当洋娃娃。但我做人诚恳，因为看到辣妹受影响，我承认，告诉自己等等第二阶段要认真，不然输给妹子只能回家抱馄饨。实在好吃耶，大家都叫我饶舌界的傅培梅。今天料理的菜色是麻辣饺子耶，保证美味新鲜不会有霉味。今天大家一起切磋一下，现在 diss 不要太狠，让你有台阶下，待会让我听听你的 flow 怎么抓。 Just show me what you got、自己觉得表现得好吗？差一点点，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嫂子卖饺子实在好吃，嫂子卖饺子没有念出来，我觉得那是精华。那么重要的点没有念，没念出来，你再重复一次那句，应该是要怎么。哦，难怪我们只听到后半段实在好吃哎。对，我刚刚那个必然错过了，没有抓到，没有抓到那个嫂子卖饺子。嗯，对啊，可惜。可是歌词还蛮用心的，对，傅培梅有讲出来 ，OK 的，对，我大家应该不太知道，可不傅培梅知道，现在都阿基斯或者是张，对，傅培梅是比较 old school 做菜的，对，第我们第一代做菜的，很厉害，凯乐跟他很熟啊，了解为什么？你小你不是跟他同期的吗？是吗？是你吧？哦，没有，打架是不是？我是傅达人，不好笑吗？我这样有压力没有 ？OK， 好，我们听听看评审老师怎么说。我觉得其实很不错哎，就是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，就是洛阳他在唱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其实是态度拿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嗯，对，他有一个就是他在唱饶舌的声音，很投入在里面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他很对声音很有研究，比如说你看你叫他用那个日本人的。他也是很 OK 的，用日本人的饶舌，对，日本人饶舌。其实每次来你都会 cue 我，这个好开心啊！对啊，你会啊？是我说 Amanda， 刚刚看到你以为你是 Amanda， 但是你，我跟你讲，饶舌不是只能那么大。香港人，如果你见了要饶舌，你不能继续表的漂亮，不然就能当干娃娃。对，对，这不错啊，真的。为什么刚刚不用这个？用这个太闹了，太胡闹了。不会了，不会啊，棒棒哎！老实讲说，哎，这刚刚不是讲话讲得很标准吗？现在这边，我说 Manda，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子？厉害耶，孔老师觉得。其实我觉得，有一点客气，就是我跟你说，不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男生在这个比赛里面有点吃亏，因为要骂一个女生，你会觉得有点要当一个绅士的男生，所以有点不敢。真的去 all in 去骂他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唱得很不错，跟他一样，那个音乐感很有，非常不错的。对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这是一号李洛阳的表现，请回座，谢谢。接下来二号蚊子 ，OK， 想要抽到谁？其实我们刚刚有每一个都稍微想过，我们希望抽到一个比较精彩的，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其中有一个想的比较精彩。里面你知道有孔令奇跟老莫？没有吧？有，我刚刚换了。那有你吗？我没有。他想 diss 威廉。这有三根签，你好好抽。好，请抽，到底会是谁？让我们来揭晓。要 diss 的人就是，会不会就是你？哦，李洛阳啊，你洛阳，哎，好，那很好了。大概是棒棒糖的事情要拿出来讲了，真的假的？绝对是最熟的事情，就是棒棒糖的事情。很可爱，好，把舞台交给你们。OK 啊，那我可以，我想要对着那个洛阳唱。那洛阳需要他跳台上吗？洛阳到台上当一个 target 一个标靶，对，好。我觉得你可以一起，我想到一些事情了。OK， 老师给他一个 B。Yeah，OK。我们一起笑，我们一起闹，颠覆所有的记号，开心纯真飘，才真纯真好，我的失落荣耀写照。我们一起跑，我们一起跳，冲向未来希望报道，开心纯疯掉，开心纯爆掉，抛开烦恼甩掉无聊，一起笑，要一起笑，那 party 叫做
超可惜，你知道我也感到超可惜啊！几个男生排排站在一起 ，Hello， 请问小鹿你在哪里？你现在叫做李洛阳，我来想想怎么让你投降。OK， 满屏奶油歌谣对你唱，可以回去包容小姐姐说你受伤。有没有走错？这是预备在录音，该走的超暧昧，小姐在山里。有没有走错？这是预备在录音，该走的超暧昧，小姐在山里。真的啦，对，我讲实在话，你是主 vocal， 肯定是啊，虽然长得比较丑，但是主 vocal 这个 OK 了。我们 balance， 我们那时候变 Lollipop F 有一度想要说要找他进来入团，结果呢？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要形成一种双 vocal 的，但考虑过，对，就跟他，然后考虑过颜值之外就算了。那个时候是还没矫正完是不是？我颜值 OK 啊，我说颜值 OK 啊，对不对？很棒啦，谢谢。那纯属效果哈，我会听听看老师怎么说。很有创意，我觉得就是，而且刚刚那个洛阳他的配合度也蛮高的，一 Q 他马上一起跳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算是蛮贴心的一位男生这样。我觉得歌词的部分，因为他们是两个人，所以相对来说好像就是不同的声音，然后分配不同的位置去做，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。对，谢谢老师，孔老师，我觉得表演的设计还挺有技巧的，因为前面是比较 Hello Kitty 一点的那种音乐，所以突然间来了那段 freestyle 或那段 diss， 反差度很高，是，所以突然觉得哦，很狠啊，突然间，所以对，我觉得表演的技巧有做到的，蛮印象深刻的，真的，谢谢第二组，谢谢，接下来是奈斯哥，哇，是魔王级哦，奈斯哥想要抽到谁？都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看看你会抽到谁。威廉，弟子威廉。我跟你说，我脾气最近不是很好。Ian。哦。两个人哦。OK。两个人感觉可以讲的话好像比较多哈。团体。对，比较多。胸有成竹哎。真的很有自信，就是老师要的自信。交给你了，切给。耶。接下来这段 freestyle 根本就不需要擂过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他们全部都太弱。接下来这段 freestyle 我让现场的观众都知道，哎，我 diss 的两个对手他们就像蚊子一样的弱，哎，绝对不是我在这乱讲，但是你们两个真的超难看，今天用我在饶舌在这边就轻松可以把你们玩干。 OK， 我昨天很无聊去网络搜寻他们作品，我点开 YouTube 听你们的作品，我真的觉得超扫兴，刚刚看你们彩排还在旁边唱什么小幸运，这个慢评你在旁边唱小幸运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花瓶，然后这个蚊子我在这里说你千万别生气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实力在这里跟我站在一起，我劝你录音结束完可以去找老莫老师帮你补习，不然说真的我宁可去听金曲歌王萧煌奇，哎，我绝对不是在这边随便乱讲话，但是希望你们在这边听我的说唱，你们千万不要害怕，但是我知道我听说你来自逆流音乐，但是你们刚刚那段 diss 我觉得唱得超级的废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像废废，说真的你快点回木栅动物园去找心心交配。 OK， 我知道我讲的好像有点过分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可以听到我的押韵就是无限这么的狠，但是我说真的老实话，你们根本就不适合玩说唱，我劝你们两个继续组团去收个钱柜卖香肠，哎，老实说我真的现在有点害羞，没有关系，已经超过一分钟，待会我们继续交朋友，切给我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切我，
塞，即兴哎，真的很 free 很 free 耶，你好强啊！你可以随时 diss 我们哦，就是随时。你 diss 我一点呢，快点来。OK， 怎么那么强？好厉害哦！他看起来就是好像有上镜头的时候有点含蓄，有点害羞，可是一 rap 起来超级狠的。他把那个手势的时候就感觉像开枪，架起来的时候，对啊，真的哦，这些而且押韵之准啊，而且都打到心坎里。我不知道 I am 你们的心情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想哭，对不对？不会不会，我真的听到一段就是超感动的，是你可不可以付钱帮我那个老莫老师补习班一下？没问题，真的很想补习，对，想补习。曼萍觉得呢？他说你们是花瓶，对，他还行，还可以啦。他脸僵了，他脸僵了，都是押韵，因为真的，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点可以讲，所以我刚其实你刚还算没有点哦，你讲超多点，超过一分钟。其实我讲的都是外表而已，就是可能他们没有什么那个。可能他们只想靠外表，会不会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跟朋友在玩的时候，会去挑朋友的那个一些很糗的事情拿出来讲。可是你刚刚讲的都是只是表面上的这样子而已。我感觉他真的有把这个精髓发挥出来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听着就是胆战心惊，吓疯了。你快点给我几个音效，李若雅。毛奇，毛奇，大概毛奇啊，冷静，冷静，毛奇，please。哎，若雅，如果他抽到你的话，你有办法？我跟你讲，好险，不然我当场飙泪，我跟你讲，哭出来。真的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听到狒狒跟娇妹，我真的跪了，我 Oh my God， 而且押韵之重，对啊，真的好兴奋哦。好，我们听听看，会高潮。老师怎么说？我觉得其实奈斯他已经可以，就是在。在往下一个阶段去了，因为他我知道他现在已经有在筹备他个人的一些作品。你说退休是不是？已经月入千万了，已经对对对，赚够。没有，他就是发唱片，然后当做兴趣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发一些正式的歌当做兴趣。有啊，最近不是跟李玖哲老师合作？对，那个是玖哲的专辑啊，我自己也在筹备专辑。什么时候会上？我的 EP 本来是12月22号发，就我第三次的导演他身体不舒服开刀，延到一月哦，到一月中啊。专辑的话是明年6-7月。你现在 diss 那个导演，快点，我什么时候？他已经生病，他生病还要 diss 他，他心脏跟什么时候不开刀选现在？对，乱 diss。好，那孔老师，孔老师，我觉得 nice 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你，因为刚刚那个 rap 真的挺 nice 的，嗯，而且我觉得。你有做好功课，因为你都看了大家的 YouTube 啊，然后就知道，因为一个 battle rapper 是必须得做功课的，对，因为你要知道你对手会是谁，是，所以这有做好准备。然后同时，我觉得也可以说得更狠，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也是女生，像你说的，只有说一些外表而已，还在收。所以我其实蛮期待将来如果有真的很大的一个 battle， 也可以看他，真的，对，谢谢奈斯，谢谢，真相欢迎辣妹。欢迎，不用抽了吧？就这个了，就是博王了。对，真的吗？哦，李奈斯，可以啦。哇，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抖？有，真的，我现在是很抖。奈斯哥，如果得罪你，请不要介意。抽了，交情，我们交情不错哦。哦，你们私底下认识吗？我认识。那 OK 啦。好，请。耶。没有错，现在听到这节奏，这是曼达 Disney Nice， 我怕他不能承受。上次你说看到我想跟我来一场邂逅，我会发你一张好人卡，再跟你说结果。Google 你不错，猪肉没有突破，网友留言实力不够，难道都没人跟你说？千万的大主播 MV 点阅普通，直播一炮而红，因为榜一小仙女她刷得多。你的心酸事已经听了700次 Freestyle， 你 Nice 的高少台还在背台词。我看你吓到眼神已呆滞，我看你饶舌像个女孩子。想音乐歌手梦，得承受各种痛，把 hater 都击中，我出手却击中。被你的反响是扑空 ，freestyle 随便糊弄，我的 flow 像是悟空，飞得太快你看不懂。别觉得意外，开始叫厉害，我不需抄袭，我都能获得你的青睐。因观众要求期待，也受广大粉丝喜爱，听到我 diss 你 nice， 全都起来拍手叫赞。感觉的是一种背水一战哦，感觉你很紧张，很紧张说出这些话，但是拼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奈斯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说你 MV 点击普通，啊，这个有 diss 到心，有中，这个有中。嗯，平常你在准备这些的时候会
专攻什么内容？专攻他比较大条的东西，比如说他，我觉得他有什么大条是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他要解释一下，大概多一下，他是千万主播嘛，然后他出了一首单曲挺不错，却只有30,000的点阅，所以我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就是把它写进去这样子，真的都有做功课，真的认真，老师。就歌词来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还蛮不错的，就是你有抓到他的点吗？因为那个应该是奈斯的怎么讲，他的一个创伤，对对对，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有抓到重点，对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谢谢老师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你现在解释你这个 rap， 比你刚才的 diss 还要狠，对，就在讲说才30,000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刚才听你的 rap， 可能没有完全听懂那些的，对，你像可能需要一个数字的，是，我觉得好痛哦，这样感觉真的会砍人哦，对啊。不会啊，奈斯不会啊，我不会，我会缓和一下气氛，叫那个洛阳斯哥一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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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击率这种东西会成长的，好不好 ？OK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评审们要帮我们就刚刚的表现来给分一下。哦，第一个是洛阳，你会给他几分呢？给他2分。哦，因为他挺有综艺的啦，就是挺有娱乐性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还不错。Nice， 说的那么狠，给了4分，说的那么狠，肯定要给了。然后 Manda 其实我觉得也是说的挺狠的，因为他也没有很客气，所以。3分，对，然后 IM 就不好意思，哦，这么对，哦，客观的看，客观的看，其实基本上我跟 Jeffrey 的蛮接近的，洛阳一样跟孔老师一样给的是2分，哎，4分，对，没错，曼达给1分，差不多，所以 IM 给的是3分，3分，对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对对，差不多是，好的。阶段成绩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嘻哈生死斗。欢迎第一位参赛者李洛阳带来的是 Left Tiger。睁开双眼踏入这个世界，妈妈现在跟我生命让我自生自灭，这让我恐惧，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回想过去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延续，我抽烟抽的我的肺都黑了，就像这个社会被人心笼罩着的也是黑的，我背着宿命的十字架也渴望 pop paper and respect， 我想这大概就是 human nature， 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，我暂且不提，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目的，老妈对不起，我时常把你气得跺脚，你说你后悔当初没有堕胎把我剁掉，每当我放学回家放下那沉重的背包，家里空无一人，只残留着你香水的味道，那时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又要加班，我打开冰箱拿出微波炉食品当晚餐，老爸在凌晨2点钟醉醺醺的回家，我从睡梦中醒来只听到你们在吵架，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，老师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老师，我讨厌穿制服，讨厌学校的制度，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，讨厌被束缚， That's true， 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，他们说我太酷，警察不爽我，周成将我逮捕， I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人家说什么，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但是他们算什么，没有谁有权利拿他的标准衡量我，主宰是我自己，随便人家如何想我，还是我爱钱的女人只给凯子摸，不懂得眼保险套的人别嫌孩子多，金钱力量虽大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紧握着双拳的人们更是能松开手， Lik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，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，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，有多少夜痛苦烦恼让你无法入睡，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，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，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，有多少夜痛苦烦恼让你无法入睡， Life struggle、yeah. 掌声鼓励，哈
找自己麻烦那首歌，很塞得很满的。这首歌很难的 ，rap 在这就是非常的难的。对，但是因为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因为这首非常经典，我觉得相信是如果是喜欢 hip hop music 的朋友，华语的应该都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对。Legendary 很传奇的一首歌，就是想要致敬一下。是是是是，听听看老师怎么说。其实我觉得品味上面就赢了，对，因为这首歌其实它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其实是在于说它在中文饶舌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把这个押韵的门槛往上提了。因为在这之前，可能我们唱饶舌都是押一个字，就是我到最后面那个字押了就好了。那像宋岳庭这边，他其实就是压到两个字或甚至三个四个字，把这个门槛，把技术门槛往上提，就变成说你要唱饶舌在原来可以这样子做，对对对，原来开启的大家，对对对。那即使到现在2017了，我们还是在用这样子的技术在唱饶舌，所以对这首歌很棒，对，选得很好，谢谢李洛阳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 IM 带来的小幸运。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愿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Yeah.这世界太快，时间太狠，心太坏，人事物在太晚，我们都明白得太晚，回头看你都在我的回忆，不自觉都有你编排，多希望现在能陪在我的身边，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自己，听见心里的声音，但失去你的身影，谁曾经付出全力却剩下你的权利，当时不懂得感情刻骨铭心，原来这叫爱情，看日记，这日记关于你，不幸运小幸运，那封信做了注定，哼着旋律写下这首歌，浮现的全是你，比在原地想要用最好的文字诠释你，你知道我的没关系，让别人觉得我有关系，没去注意你许的愿望，在你的心心里耳机里，你的声音诉说太多秘密，后知后觉的美丽，更舍不得去忘记，重新编曲，然后也填词，重新写饶舌这样。对，所以那个词是你写的。对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发想？其实是看了小幸运那个 电影叫做《少女时代》，是的，看了很多次，然后又加上就是自己的一些感情的心路历程，然后就写我这首歌写的好快。你有谈感情、啊？真的吗？我印象中你不是才十五岁吗？我终于长大了，可以写这种就是比较感情的歌了。你有谈过？真的，对，哪个时候是在黑社会那时候还是后面？没有，黑社会离开之后。哦、okay ，对对对，然后就终于可以写看看这种歌了，然后写出来之后觉得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蛮有感触的。真的长大了，因为他的脸看起来还是跟十五岁差不多啊，没有变。真的，孔老师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、啊，而且因为也加了文子自己的新的 rap 进去，所以其实翻唱的时候。永远会在听，哎，你会不会唱出你自己的感觉？而且有你的 rap 就变得跟原唱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而且搭配的还不错，听起来很舒服了，是是，没有什么好扣分的了，对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接下来欢迎的是倪奈斯要演唱 Just Believe。Yeah， 每个人都有梦想，那借由这首歌帮大家把每个人的梦想唱出来，谢谢。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low.
so fair.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so you're way far away.他是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这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。他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担保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。在对大饼感到兴奋，他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，可能他只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Don't ever lose your faith.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See you.黑色，如果还有梦，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。黑色，如果脚不痛，把步伐跨大。We don't talk to talk。黑色，如果还有梦，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。黑色，如果脚不痛，把步伐跨大。We don't talk to talk。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. Don't ever lose your faith.Yeah, 谢谢。为什么选择这首歌？因为那个当初想要玩童有找你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当时玩直播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开始，然后那时候以前发生事情了，然后很低潮，然后那时候在刚玩直播的时候。那时候没有勇气面对大家，对。可是那时候听到这首歌，就觉得被鼓励到了，被鼓励到这样子，对。是算是给自己力量的一首歌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么成功了，也想要鼓励更多人。是的。很好。好，听听看老莫老师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耶，就是当然那一次今天状况不好，因为他感冒了，所以他看起来就是喉咙好像不太舒服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感冒？然后刚刚我们在休息室有聊，哦，聊天啊，稍微聊，因为。等于是我们网友初次见面这样，哦，真的认一下网友，是真的，谢谢尼奈斯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呢要欢迎的是曼达，曼达带来的歌曲《皇后区的皇后》，有请。谁的饶舌最有力 ？Let's bang the team， 拿我词来当武器。后你以为我不见，就代表有人带着替我？可抱歉，那是我正在起火，充满嘻哈味道，回到老娘的帝国。I can pick it， 我随时换成百灵果。因为如果厉害，那就一定很清楚。创新的记录，看我技术一直进步。负面那些评估，也不相信，只是嫉妒。就躲在一步后面，偷偷摸摸欺负。以为我怕你，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？你爱的歌手还是对我欣赏，却得了奖写歌给阿妹唱。没，我不是你偶像，我是你偶像的偶像。Heads up，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。Heads up，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。Heads up，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，皇后区的皇后，皇后区的皇后。Heads up，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。Heads up，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。Heads up，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，皇后
去的皇后，我回到我的宝座。好辣哦，好适合这首歌，真的好看的一段表演。孔老师，孔老师，其实我觉得他把 I am 这两个角色都放在一个人的，因为他又在唱又在说，对，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也是 R&B 也会说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挑战性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你刚才像他说的其实挺投入的，看得出来你在享受当中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现在第二阶段我们请老莫来先给分好了，对，从高的给下来。好，那四分我要给洛阳。哦，哇哦，这个阶段洛阳拿到了四分。我要给曼达，曼达是三分吗？对，好的，厉害。Ian的话是两分。两分，对，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感冒的尼奈斯一分。好的，接下来孔令奇老师 ，OK， 我差不多，哎，可是我觉得曼达给他四分，四分，因为没有 NG， 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是，而且唱的又说的 OK， 没有问题，投入，三分要给李洛阳，对，哇，洛阳在这个阶段拿到回来了，对 ，IM 两分。那不好意思，奈斯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嗓子的问题，今天所以只给一分。哦，对，好的，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，所以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？那我们进行颁奖时间，大家今天表现很好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是的，今天的嘻哈比赛的第一名居然有两组同登同分，我们请老师我们公布一下好吗？冠军第一名就是洛阳还有曼达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不错的不错的，请孔老师为我们颁上这个嘻哈腰带。那这个腰带你们两位要一起戴吗？围着围着围着，大家抱在一起一下，恭喜恭喜，恭喜，对，配对成功了，配对成功 ，OK OK， 犹豫爱河，很好，对。专辑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，K U N G 刚刚发布，然后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就很轻松的，可以在 home park 可以跟朋友玩在一起，然后就听歌放松就好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孔老师，谢谢老孟老师，谢谢今天所有的参赛者， 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 ，Hip Hop 下次见，拜拜。牛奶，还有三鲜葱油饼，还有鲜肉小笼包，还有脯肉，还有烤鸭寿司。所有的掌声都是小赖在讲话，所以小赖好多话。潘先生就感应到附近有救护车，还有他正动半天，他原来他的裤子后面的口袋被机车的那个座位卡住了，这就算了，连续大概试了三四次都被卡住，前面都好好的，一般都好好的，老师不让我走。烧光美，你烧光美。哎，介绍他的哥们。哎，小 A， 嗨，小明 ，OK， 哎，你看我的眼睫毛比你强，我的眼睛很会眨，有没有？嗨，他觉得我很愚蠢。Sorry。尴尬吧？会痛？这不是梦啊！张轩瑞都对我那么好，然后去买北门绿豆沙给我们大家喝。妈呀！哇，这个剧组超有爱。谢谢谢谢安静薇的蒜味肉羹以及北门的绿豆沙，谢谢。所以为了大家，请一下也不错。好有爱，好有爱。明天好像没有你们啊，我明天请。哎，明天我也会来宜兰，我可以来吃一下。其实背后的心酸谁知道，看一下。在何地？